1942年 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 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 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老乡，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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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吴委会主任了。哦，哦，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哎，三叔，还有这个呢。嘿，吃西瓜！别动。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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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哎，南山顶上有大炮。什么大炮啊？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哦，能打湘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哎呀，一百多斤，谁扛得动啊？要是能用，我试试。爹，我帮你扛。去里边玩去。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对，不含糊。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三千，将不过关张啊。这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